我有事儿问你。怎么了？你说吧。去海棠学堂闹事儿的那帮人，你找的？不是啊。那你去学堂干什么？我就是路过而已。我真的只是路过，那件事儿我是后来才听说的。你不跟我说实话是吧？ 我找人去闹事儿干嘛呀？墨花，你一直都在难为海棠，你也从没把他当做真正的朋友。顾海棠有把我当做朋友吗？他做的那些事儿，根本从来就没有为我考虑过。你什么时候能为别人着想呢？什么时候你能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思考问题？你不觉得你这样很自私吗？凡事都是自己所愿。朗月轩，这话你应该问你自己吧。 你有为我考虑过吗？你有站在我的角度上思考过问题吗？顾海棠做什么都是对的，我呢？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，我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？你不承认算了，我也就是想告诉你，谁难为海棠，就是难为我，我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。